中必定有鬼，凭空靠想象力描绘一个大的故事。Taiwan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effort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, which is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to the United States.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enabling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-defense capacity. And let me assure you that our commitment to that remains rock solid. 台湾会不会战争？台湾怎么面临即将兵凶战危的状况？我身为未来一个领导人，怎么带出来让大家在台湾，在中华民国这一块土地的每一个人，可以让他们度过这个危机，这就是我来的此行最大的目的。昨天闹了一个这个大笑话，一下子说要请辞，说请辞获准，后来到了晚上请辞不获准，不知道行政院乃至于总统府跟财经总，你们到底想要掩盖些什么？蔡政府真的是失灵失能，这其中必定有鬼。他用这样子去揣测的依据是什么都讲不出来，好像凭空靠想象力靠创造力就要描绘一个大的故事。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于派系之间的斗争。陈吉仲部长他是一个勇于承担的部长，他一定会选择直球对决的方式来回应各方面的问题。